阿德叔叔来到我们大院之后呢，发生了很多事情。他觉得他自己一直觉得受人家帮忙，这心里头感觉到不好意思。所以这一次呢，虽然明知道很艰难，但是他还是坚持要用自己的能力去完成。哎，如果我不帮他，心里过意不去，但是要帮呢，又怕他拒绝。哦，我明白了，所以你才拐了一个弯帮忙。嗯，哎，儿子，你要记住，真正要帮一个人的忙，必须要心里头没有压力，没有障碍，这个才是真正的帮忙，知道吗？嗯嗯。小姐要不要坐车？不要。哎，这位太太要不要坐车啊？好啊。哎，来来来来，哎，来来来，走吧。好嘞，坐稳了，走喽。哎，阿德，今天你拉了那么多的客人，你也不歇会儿啊？哎呀，赚钱要紧吧？啊，是吧？哎，老板，坐车。哎，老板，坐我的车吧，我脚程比较快啊。哎，坐我的车吧。哎，来来来来，阿德真是的，坐我的车啊。哎，对不起啊，吓着您了吧？啊，看您脚软了，一定是累了吧？啊，走嘞。哎，你臭阿德，臭阿德，你抢我的客人呐，你个缺德鬼！这臭阿德什么时候学会抢客人了？他以前不这样，今天怎么回事啊？你不能再抽了。为什么？还问为什么？我们这儿都有记录的，你都来过好几次了。没关系，我血多呀。再怎么说也没用，你不怕死，我们还怕你死呢。哎，不用担心，我死不了，我身体好着呢。你看我身体很好的，再抽一管啊。嗯。喂，护士小姐。小姑娘，你真可爱，我要买你这个糖，乖。谢谢你，真可爱。哎，这位大哥，你也买两串糖葫芦吧，很好吃的。是吗？很好吃的。来一串吧。好吧，那拿一串吧。来，要这串。一个铜吧，给你。谢谢啊，谢谢阿姨。再见，小姑娘，再见啊。走吧，上车吧。猪猪。我刚才都看见了，你为什么舔卖给别人的糖葫芦啊？因为你说了，所以我不舍得吃，所以我就舔一下。猪猪，这样是不对的。哎呀，猪猪，可甜了，你要尝一口吧？我才不要呢。反正没有人看见，舔一下也不要紧。好甜啊！好甜好甜！我们先把铜板放起来。嗯，来，糖葫芦。好，技师们，糖葫芦，糖葫芦。你们最近是怎么了？怎么累成这个样子？没事儿，姐。没事儿。你们是不是哪儿不舒服啊？我们去赚钱。嗯，赚钱？狗蛋儿，你们为什么要去赚钱呢？赚钱找杂耍团。狗蛋儿，狗蛋儿，你醒醒啊！醒醒啊！姐，什么事儿啊？狗蛋儿，你说，你
们赚钱找杂耍团，是不是为了我？哎呀，我怎么这么笨呢？把他说出来了。狗蛋儿，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呢。你不是已经知道了吗？我去找爹，叫爹不要花这冤枉钱了。姐，其实这也不全为了你。应该这样说，因为你，所以我们才能看到杂耍表演，而且我们都很期待，所以我们就帮爹一起赚钱了。宝妹也想看杂耍吗？很想看杂耍。真没想到我还能再看到杂耍团。你们快睡吧。睡觉。我女儿的情况怎么样？她的脉象虚浮无力，只怕你们要有心理准备啊。那有没有什么药可以？这没办法，只有开些补元益气的方子，看能不能多撑几天。如果需要的话，一会儿到药房去抓药。我先走了。阿德，现在该怎么办呢？阿德。我也不知道怎么办，虽然我早就知道陆的身体，但不是你叫我怎么接受啊？陆的病都是被我拖垮的，要不是我没用，没钱替他请大夫，没钱给他调养，没有他。好了，阿德，你别难过了，现在说这些都没有用了。姐，你醒了。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想办法完成妞的心愿。以我们现在存的钱来看，我担心妞她等不到。我会想办法的，我一定会想办法的。小胖，杂耍团到底在哪儿啊？你别急，我想想啊。小胖，你会不会找错地方了呀？应该不会吧，我记得很清楚，我爹说杂耍团就在这一带，还贴了宣传。再找找。可是咱们在这街上来来回回都走好几回了，为什么一点都没看到啊？其实吧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。这样吧，小胖，咱们先回去问个清楚，然后再来吧。哎，好，走。什么东西啊？这上面画的什么呀？杂耍团。嘿，有了，看地图，看地图，看在哪儿？这样子。团长伯伯，算我求您了，求您别收我们那么多钱呢，我们真的拿不出来。对啊，团长伯伯，我们实在拿不出那么多钱，要是等我爹凑足那些钱，我姐她已经看不到表演了。医生已经告诉我爹替我姐准备后事。团长伯伯，他很想看你们的表演。团长伯伯，求您了，团长伯伯，求你了，我也给您磕头。哎呀，孩子们，快起来！哎呀，不要磕头啊！这演出的价码和时间都随你们的意思，好吧？谢谢团长哥，谢谢。来，弟兄们，搭把手来啊！赶快把台子搭起来啊！快点，往那边抬！来，都布置好了。
可以可以，好好。哎，妞，醒醒，妞，别睡了，妞，赶紧醒醒，醒醒，去看表演了，妞，啊，醒醒，别睡了，杂耍团马上就要表演了。是啊，妞，醒醒。妞，杂耍团要表演了。是啊，你看，天嫂特意过来给你打扮打扮的，把你打扮得漂漂亮亮的，待会儿爹呀背你去看表演呢。可是我好困，好累啊，好想睡。况且天都那么黑黑了，看表演 也看不清了，明天再看吧。爹刚才看过了啊，灯刚好坏了。爹，那你们可不可以陪陪我？我好困，好想睡，可是我又怕黑。别怕啊，我们都在这儿陪你的啊，我们都会在这儿陪你的，但是你别睡知道吗？别睡啊。是啊，别睡，跟我们聊聊天说说话，别睡啊。可是我真的好困呐，我想睡一下。牛，别睡，你还没看表演呢，你不是要看杂耍表演吗？你还没看表演千万别睡啊。爹，我累了，明天再看。爹，记得叫我。爹，天亮了，要叫我。妞，妞，妞，你醒醒啊！妞，你别睡啊！妞，醒醒啊！妞，你醒醒啊！天亮了，妞，天亮了，醒醒，妞。
醒醒啊，呦，你醒醒啊，别求求你，你求求你醒醒啊，呦，你醒醒啊，天亮了，呦，醒醒啊，呦。呦，你醒醒啊，呦，你对爹说说话，呦，天亮了，醒醒啊，爹求你了，你醒醒啊，呦，天亮，爹求求你了，呦，醒醒啊，呦，天亮了。啊，那边把动物挂了。这回咱们家小胖可是出了不少力啊！你看，现在还在那帮忙呢。是是是，哎呀，团长，快点弄好了。哎呀，哎，你这次真的感谢你，帮了大忙了。要不然真没办法让妞看到那么精彩的杂耍表演。与其感谢我呀，还不如感谢小胖和狗蛋哦，是他们俩的真情感动了我。我说我们家小胖优点多吧，尤其个性很善良的。哎呀，好了，别一提到自己的儿子就捧个不停啊，人家会开笑话的。我说的是思思嘛。哎，好了好了，我们别打扰团长了，团长很忙的，我们进去看看田嫂打扮的怎么样了啊。好好好，这个我们这儿也准备的差不多了，咱们就开始啊。好好好，那谢谢了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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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走走吧。哎，田嫂，田嫂，怎么了？啊，右边提高点，右边提高点。你不是替妞打扮吗？怎么红着眼睛出来了？妞，她看不见了。啊！天一，你说什么？我姐死了？不可能的，我姐不会死的。她还没看杂耍表演呢，她不可能死的。狗蛋，你姐她。我不信，我不信！姐，你醒醒，姐，你别睡了，姐，你快起来，杂耍团表演要开始了，姐，你快醒醒！牛来，你姐她已经不能看表演了。我一定要姐姐起来干表演，姐起来，你起来，你耍赖不起来，好，我就硬拖你去，走起来，姐你起来，狗蛋儿，狗蛋儿你别这样，姐会疼的，知道吗？既然她累了，就让她好好休息吧。这样的他就不会再因为生病难受了，咱们应该替他高兴，知道吗？啊，狗蛋，既然妞她已经过世了，那我们就不用再表演了。这钱我还是还给你吧。不，这表演是妞要看的，不管怎么样都要继续。我相信妞在天上看到你们的表演一定会很高兴的。我拜托你们继续表演好吗？田嫂说的没错的，妞最后的心愿就是看到贵团的表演，所以无论如何，请你们一定要开演。爹，
听见了吧？杂耍团开始表演了，杂耍团开始表演了。听见了吗？杂耍团开始表演了，妞，听见了吗？杂耍团开始表演了。姐，我们终于可以一起看表演了。雪的飘摇，小小脚印一串串，故乡在何方？星星微微笑。你看见了吗？月光洒在路上。爹知道你看见。小小脚印一串串，情人在何方？爹知道你看见了吗？牛，爹知道你看见了。想家时候泪两行，故乡在何方？啦啦啦啦啦，牛，牛，你看见了吗？啊，你知道你看见了啊？狗蛋，怎么可以跟你姐姐一起看表演了啊？听过风的歌唱，走过雪的飘扬，小小脚印一串串，故乡在何方？星星微微闪亮，月光洒在路上，小小脚印一串串，情人在何方？啦啦啦啦啦啦，时候泪两行，故乡在何方？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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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小小脚印一串串，情人在何一会儿啊，天意帮你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啊，让所有的人都记得你漂亮的样子啊。一会儿表演完了，记得好走。爹希望能给你好日子过，但是，现在什么都来不及了。看见你娘了吗？你和你娘一起看表演了吗？牛啊，爹只有一个念想，就是希望你有空再帮你能回来陪爹聊聊天。也会好好照顾自己和宝妹。如果你看到娘的话，你一定要跟她说，我们很乖，都很想她。姐，姐，姐。今天桂花说的话也算合情合理，我们是不是就……
不会吧？是不是你同情赵阿德？不不，阿辉不敢。是啊，赵阿德越是这样的下场，我就越要多踩他一脚。不然，那些人怎么知道得罪我虎爷是什么下场？那虎爷的意思是？七天。七天就是我的极限。如果七天还没有动静的话，我就把小胖给抓回来。抓小胖？对啊，桂花这种人平时张牙舞爪，根本碰到真事儿的时候，他什么胆都没有了。不过小胖给我抓过来的话，他什么事都肯做。但是我觉得，如果我们自己动手的话，不是比较快吗？快，肯定很快，很快给人抓去。你忘了陈队长跟我说过什么吗？而且，我们能借刀杀人，有什么不好啊？虎爷说的是，我明天就去警告他。哎呀，头又痛了。田家大院，田嫂，田嫂，你什么时候才能来救我呀？我真的好想回家，好想回家。我听说啊，赵阿德的女儿快死了。是吗？还把他赶走，你说虎爷是不是太狠点？嘘，小点声，小心让别人听见。妞，妞要死了。我这样出去肯定不行，他们肯定不会让我出去的。爹把屋里的灯都给你点起来了，现在屋子里亮亮的，你就不用怕黑了，你不用怕找不到回家的路了。你这么怕黑，爹真的不舍得，爹真的不舍得把你埋在地下。以后爹还要照顾狗蛋儿和宝妹，不能陪你了。这个护身符你带着，这是爹跟娘一起求来的，他有爹和娘的爱，你带着他就不用再怕了。
去吧。赵叔叔，木子，你能来真好。牛自始至终，他都一直惦记着你。牛，牛，牛，他怎么就这样走了呢？或许是老天怜悯牛，不想他再受苦了。又或许是老天觉得我这个当爹的太没用了，所以就决定把牛带走了。赵叔叔，牛他从来不喊疼，不喊苦，他永远都是笑得好开心，好开心的。我想到妞的时候也是，记得我爹死的时候。胡子，吃饭了。我不吃你们赵家的东西。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我在做饭的时候只想着这些菜是不是你喜欢吃的，谁还去想姓赵的还是姓张的呀？我说了不吃就要不吃。这就是妞啊，一直身体不好，却永远都是这么乐观。她一直支撑着这个家，一直支撑着我呀。张叔叔，你相信吗？我一直待在虎爷那儿，我之所以没有变得像阿辉他们那样，其实都是因为牛。爹，虎子特地赶来报信，您就走吧。姐，姐，我相信虎子。虎子，啊，牛，哎呀，牛，牛，哎呀，牛。你追我干什么？你既然跑来通风报信，那就已经原谅我爹了，对不对？回来吧，我听爹和田一都说了，虎爷不是好人。赵叔叔，赵叔叔，对不起，我早就怀疑我爹的死跟你没关系，但是我当时真的太难过，太伤心了。我真的没有办法接受，我爹他就死在我面前。但是我爹死了，我并不能怪他，我只有把所有的怨气都发到你身上。赵叔叔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虎子，虎子，别这样啊。不，赵叔叔，如果我当时不把我爹的死怪罪在你身上，你也就不会去找虎爷，你就不会惹那么多的麻烦了。我许妞她也不会这么担心，也不会走那么早了。都是我的错。张叔叔，对不起。对不起。虎子，别这样啊，这些赵叔叔都知道
我都能够了解，我都能够了解。胡子，我知道你的感受，就像赵叔叔我啊，我好气好气，为什么妞就这么走了？我该怪谁呢？怪老天吗？还是要怪我自己？胡子，赵叔叔一直在想，要不是我一直在逃，要是我早点跟虎爷对抗，那或许结果就不会是这个样子了。但这就是人生，他无法预知，他无法重来，知道吗，孩子？赵叔叔，赵叔叔，赵叔叔。好了，都别难过了啊！起来，起来，起来吧，胡子，快起来！牛一定不希望我们替他伤心啊！他看见我们为他哭，会难过，会怪自己的。胡子，我们不能难过，我们要让妞知道我们坚强啊。虎爷说了，七天是他的极限，要是七天之内你还没有动作，就把你们家小胖看紧一点。不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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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想好了，我想好了，那就是还缺一个人。缺一个人？缺什么？啊，对，一个女人。女人？你想啊，在这档口上，只有让天嫂吃醋，才能把阿德赶走。哦，我懂了，要女人嘛，二堂子多的是。明天你到虎爷那儿，保准有你要的人。好好，我一定来，我一定来。你跟虎爷说，我一定来啊。我大小就一直拖累你们，要不是我体弱多病，娘就不会到县里来打工，就不会离开这个家，狗蛋就不会被别人笑话是没娘的孩子。爹，我不能再拖累你们，把我卖了吧。爹，我想快点好起来，我好起来你就不会那么累了。爹，对不起，把你担心了。别说傻话了。爹，只要你没事就好，就算实在没人陪我，我也不怕。阿德都伤心成这样了，我还要设计陷害他，我是不是？为了小胖，为雷的血，小胖，妈这么做，可全都是为了你呀。他到底回不回来呀？我等了久了，马上就会回来的。哎，你再耐心一点，耐心一点啊。哎，再等等。记住了，你可记清楚了。放心吧，我要是连人都记不住，我怎么在二堂子混下去呢？对，你呀，最好让阿德跟田嫂的感情破裂，然后让阿德永远不要回来啊！我懂。哎，这
定是敢骂呀。定金呢？难不成你让我给你做白工啊？你不是虎爷的人吗？我是虎爷的人没错，但是我是替你办事，所以由你付钱也是应该的。啊，成。拿来吧，最好你值这个价。我办事你放心，多跟我说说阿德的事吧。哎，好好好，别，我们换个地方说啊。嗯，请问你是来租房子的，还是来找人的？我是来找德哥的。阿德啊？是啊。啊，就这间。啊，谢谢。嗯。天嫂，那个女人是谁呀？不知道，找阿德的，大概是来吊唁的人吧。哦，是吗？哟，那女的长得不错呀。你就放心，让阿德跟她单独在一起啊。我有什么不放心的？